嗨，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？都没看到你。哦，我去看我的爷爷奶奶了。他们身体好吗？挺好的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就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，他们对我特别好。嗯，所以你要经常回去看他们。是啊，我有时间就会陪他们，每次回去爷爷奶奶都会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呢。真好。